诶，真系咁好啦，嗱就咦，差唔多啦，系嘛？即系呢个 Doctor K 事件都吓，即系冇乜好补充啦。呢、這个就系、是、啊，反而咧今日咧有个人咧，有个贵客啊嚟英国啊，咁但系即系嗰个嚟英国咧就叫串访英国吓、啊，即系阿、啊、蔡若莲原来嚟咗吓，吓、啊、即系唔佢光够明胆正大死嘅，嚟喎，即系呢条友系。喂，边个啊？许正宇都光明正大嚟啦，啊！去 sell 翻香港啦，不过冇人理佢啫嘛，香港商界哦，许正宇，OK 系吓，咁嗱，许正宇未至于咁样喎，许正宇好似嗰阵时系有有人系好似系拦住架车嘅，许正宇嗰次就系、是，咁啊就系、是、蔡若莲呢次咧，咁其实我真系唔知道，拦住嗰部车过咪四眼咯。哦系嘛，四眼啊话，哇真系勇猛啊，真系，好啦，阿、啊、蔡若莲呢次咧就话咧，佢系嚟英国教育展做演讲，咁原本咧，喂主办单位咧都俾面佢啊，就俾佢一个咧，一个 lecture theatre 系嘛，可以装到成几百友噶吓。咁啊，即系原本就系几多人咧？佢冇讲几多人，我记得好似有个报道话，几百友噶噃，起码可以装到300友噶。咁但系啦，啊最后尾啊，唔知边个同佢报串啦，就系话喂唔得啊，出边即系情况唔多好啊，咁啊好多人谂住嚟围你啊。咁但系我嗱，因为我啲街坊 WhatsApp group 啦，我又好似冇见到有啲咩人话咩吹鸡要围佢又啊。咁好秘密啊嘛，玩得唔系秘密嘅话，如果通咗天，就会好多人去讲噶啦嘛，系嘛？咁即系梗系你起啦。码我哋英国呢一边有啲即系譬如即系远在喺苏格兰嘅即系郭子健，郭子健 都会周围吹鸡嘛，帮佢畅通街嘛，冇系啊。咁唔知点解咁心虚串访嚟英国喂，咁喂，同埋即系如果你讲起呢啲嘢咧，杨 Sir 个教育刺针应该第一时间咧有人讲，即系佢会拎出嚟讲至系嘅。咁但系即系我喺度碌紧教育刺针成个礼拜啲 post 都唔见佢有预言噶喎，又哇，真系秘密到咁样噶喎，系。咁啊冇，即系你其实叫做喂，你说好香港故事啊，系嘛？即系嗱。如果系咁样嘅话，应该杨 Sir 第一个知啊，同帮大家宣扬下阿蔡局长就走过嚟英国嗰度 sell 说好香港故事至系噶。尤其啦，你即系你做教育嘅，喂，你冇理由咁心虚啫，系咪啊？即系你教育嘅，你嚟到英国啦，你教育局局长嚟到英国啦，你喂，你系想叫人哋嚟香港读书系嘛？应该系。我揾到啦，原来我碌快咗啊！嗱，杨 Sir 讲法就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访英出席专题讨论活动，突然移遭取消啊！香港监察表示欢迎啊！OK，即系有嘅，真系逼到佢系咩嘅？OK，咁啊。咁最後尾啦，原本嗱喺一個咁樣嘅場合啊，喂都好似都幾有面子啊，係咪？即係俾你搞到成個 Steve Jobs 啊，好似蘋果發布會咁樣樣嘅，原本係嘛？即係你起碼都裝到300-400友啊，咁但係就收到風，唔係唔掂唔掂即係因為群情洶湧，咁佢轉咗一個咧閉門演講嘅一個地方，咁啊得100友參與嘅啫，咁啊1/3都係自己友嚟嘅，你冇即係喂，如果係咁樣啊？你搞到咁鬼鼠啊！即系咁样叫串访英国嘅话咧，喂，咁你做嗰啲咩？你做视像算啦，大佬。Oscar 唔可以咁讲嘢噶，系我即系早杨 Sir 系早一日已经畅通咗，系我哋冇 share 出去啫。OK，咁佢又话即系咩英国教育科技展？喂，大把嘢俾你讲啦。你而家唔系要搞紧 AI 教育咩？系嘛？阿杨 Sir 之前都讲过噶。即系譬如喺大陆啦，好叻噶，好犀利噶。佢话有啲课室咧就专管啲幼儿嘅，就系佢有啲镜头面容识别，佢系识别一啲咧，哇又打喊路唔专心嗰啲同学仔，就圈住佢。咁如果咧边个唔专心嘅话，老师又察觉唔到嘅话咧，咁啊即时啊可能系咪有个眼镜咁样样啊，即刻被 detect 到啊，成个比达咁样样啦，边个而家唔专心喎，咁样样。咁啊！即刻咧就可以点佢名，喂，你企起身啊，答我问题咁样样。咁大陆有呢啲咁嘅嘢，香港佢原本话想引入噶嘛，系咪啊？系啊。
咁係咪應該推銷呢啲嘢啊？唔敢講㗎。嗱，教育刺針即係講翻阿楊 Sir 咧，佢喺教育刺針入邊嗰個報導啦。咁就係阿蔡若蓮咧，即係雖然佢話嗰個出席專題活喺在英出席呢個專題討論活動突然遭取消，咁亦即係話受到壓力，但係佢仍然係有呢個嘅閉門㗎嘛。呢個係其他例如追新聞啊、光明傳媒 follow up 咗㗎嘛。咁但係原來同一時間咧，係處理教育局局長咧，施俊輝咧係陪同訪港嘅亞聯酋駐華大使探訪香港學校，說好香港教育故事。亦即係話，喂，你如果香港政府真係咁重視一帶一路嘅話，應該調翻轉嘅喎，應該揾即係俾人落面嗰個應該係施俊輝嘅喎，蔡若蓮應該係陪嗰個亞聯酋駐華大使一齊走去攞彩字係嘅喎，點解會係咁嘅咧？咁咁啊，因為有人報料就向阿楊 Sir 呢個教育刺針報料。就話而遭取消，其實取消咗啦。咁香港監察表示歡迎。咁其實呢個咧就唔係話呢個報料人或者楊 Sir 係即係有份去煽動啲人咧就去圍佢嘅，係件事係件事係件事拆咗嚇，俾人哋佢自己去一個咧即係閉門演說、閉門演講嘅時候，俾人爆咗出嚟。咁佢先至話咧，即係而遭取消，咁香港監察先表示歡迎嘅啫。咁啊，係啦，施俊輝咧，咁啊，其實就喺另一邊廂，就喺亞聯酋係嘛，就探訪香港學校。亞聯酋都有香港學校啊，香港都收唔掂學生喎，即係喺亞聯酋收學生，你搞乜啊？真係咁人哋嚟你咪 sell 咯。但係咧，即係呢個就係話啦，如果你話用官員分佈去比較嘅話咧。有啲朋友又同佢讲啊，政副局长咁样分工，讲就发展一带一路，但系事实上咧就以英国为重，系嘛？因为你政教育局局长就喺英国啊嘛，咁啊报料人点讲咧？就话原来玩鸠佢吓，送上门都冇人要啦，哎呀，匪味浓啊，搞令到我局蒙羞啊！啊，真嘅。教育局仲未发信啊，即系想睇声明啊咁啊吓，跟住话唔会。香港政府声明我 search 完都真系冇喎呢样嘢。即系几鬼鼠啊？唔会啦，边有资格聊事斗非啊？吓、啊、喂，阿李家超，你唔系搞紧嗰啲咩？唔系揾人嚟闹交队咩？嗰啲关外队做翻晒闹交队咪得咯？一个班子几个牌子吓、啊，平时冇嘢做嘅时候，咁啊即系你唔系咁多啲御寒中心啊嘛？一个插插苏，一个喺度摆风扇啊嘛？屌啊！而家咪做下闹交队咯。安排好晒嘅，一局之长十几个钟飞过去，边有个中东佬啊？连个中东佬啊都唔见，都唔问中东佬都唔嚟见过，都嚟都唔见啦。有佢，如果你为咗去英国啊，讲咗一大一路啊，就系以英国为重，而家俾人取消啊，真系好冇面啦吓，真系吓匪味浓啊，真系系嘛几样衰啊？你觉得究竟即系而家阿蔡玉莲样衰啲啊？定還是係頭先壽星女樣衰啲咧？啊即係過街老鼠啊！呢啲咪真係真真正正嘅過街老鼠咯，係咪啊？嗯，有啲人話臭若蓮喎嚇，咁啊，冇噶、啊，人哋好兇狠噶，死咗個仔就做教育局局長，係咪先？OK， 嗱，不如咁樣咧，即系而家咧，即系喺講英國嘅嘢咧，都講差唔多啦。不如我哋大概五至十分鐘之後咧，嗱，我哋休息一陣先，咁啊轉頭翻嚟。咁啊而家咧，香港咧就我預告一下啦，我哋下一節講啲乜嘢啦。咁就而家係咪有一個叫做係喂想規管啲即係啲咩叫金融 KOL 啊？係嘛？嚇嗰啲理財 KOL 啊，即係咪沈大師嗰啲啊？係嘛？咁啊，沈大师又好过分，我觉得系要规管下佢嘅。沈大师啊，系啊，系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啦，好唔好啊？转头翻嚟再见，啊，拜拜，十分钟咧。